ハロー。我开直播，开直播，没事，你在那边直播吧。对，那个你问一下朋友们，你们问一下有没有现场的人在，就有没有现场那个在广电门口的人在，有没有？等会儿他们，等会儿他们啊。往里进一进，因为好多人在现场呢。终于赶出来了，是吧？刚录完快本嘛，刚录完快本出来，然后那个什么，录完快本出来，然后那个什么，先往机场赶的，然后咱家很多人都在现场了，然后在那儿也比较辛苦，然后你有现场的朋友，你喊他们，叫他们听一点，我那个什么，看点直播会怎么样的，因为很多人是提前去了机场，然后要跟我一块去上海的，有一些朋友，然后另一批朋友去上海送机什么的，但是现场没人收拾。啊，那么多人，你不能留给咱家很多朋友去收拾，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希望，如果有人在那个广电门口，然后你帮收拾收拾那个卫生什么的，然后有些花墙什么都在那儿，啊，花墙都在那儿，然后都很辛苦，真的特别那什么。然后，因为今天确实我赶那个飞机嘛，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去，因为我明天录师傅，我今天必须得赶到上海。然后太晚了就没飞机了，我买了这个上海那一班，所以跟咱家今天所有应援的这些朋友说一声辛苦了，真的特别特别辛苦。昨天还下雨了，今天下雨了，有朋友说别操心了，咱家人有数。我当然相信啊，相信你们都会收拾很干净。只是我觉得今天有点抱歉，就觉得好像出来就很着急就走了。很多朋友在现场出来之后也都没看到我，然后就我就走了，因为我确实来不及了。因为节目本来就，本来应该早就那个，对，以为能早点录完呢，对，所以辛苦现场的所有咱家就在湖南广电门口的，还有这次来上海给我应援的这些朋友，辛苦你们，咱家很多朋友来上海给我，就是来湖南长沙给我应援，然后也谢谢咱们这个湖南的这个大鹏的这些朋友。湖南大鹏也，我相信你们也是很好的招待了或者照顾了这个全国各地来的这些朋友，也辛苦你们了因为过两天我可能还来湖南一会儿可能过两天还能来长沙，所以辛苦了，我一来这儿就折腾你们嘛，对吧？然后也就还是跟最多的还是跟现场今天所有在外边等着我那些朋友，我看到了而且很多人都很熟悉。然后在上海的，你也想运你是飞上海杭州啊？我的目的地是上海，但是现在因为上海如果赶不到那趟飞机的话，我就要飞杭州，从杭州开车去上海。这样的一个流程，但现在目前状态是可以能赶得上。能赶得上，所以就那个什么所以就先是上海应该是。
我倒不辛苦，我觉得咱家这些朋友很辛苦啊。然后在外边，尤其在现场应援的那些朋友啊，真的，我特别想在外边跟他们问问他们，我就想问他们，应援这件事你们快乐吗？啊，特别想问问他们，你们快乐吗？快乐是吧？行，快乐就行。那就行。哎呦，我看很多人很辛苦，包括咱家很多男粉这次都来了，特别好啊。很多人这次是第一次来，也特别棒。给我安全感嘛，对，上次说了，真的，给我安全感，谢谢。这是看了我节目啊，然后帮那个现场的朋友帮着把那个都收拾收拾，好吗？现场那些东西都给收拾收拾，然后那个。有你就看行。求口红色号，没擦口红。这是美颜功能啊，这是美颜的功能。我着急令照开一下吧，有没有着急令？啊，剩一次了，那我先不开吧，留个管理一会儿开。我腿都炸了是吧？我说老大，你是给彭给养肥吗？没有，因为那些东西都不是我送的，因为咱家朋友都自己自发的去送的，自发的送的，然后很多东西但跟我说了，比如水果是那个番番茄，什么给现场那些应援的人送的水果呀什么的，200份，然后特别好。但这次来好像没有200人呢，买那么多水果干嘛？拿回家吃。所以还是那句现场的朋友，然后那个有在那儿的帮收拾收拾，收拾完了，然后那个最好告诉我一声啊，谢谢陆禅啊，陆禅。这次咱们快本来了也挺多人的啊。所以就很感激那些能够百忙之中抽空来给我应援的这些朋友，然后包括现场现在还在那收拾卫生的那些朋友，特别棒，特别特别骄傲啊。没有，就觉得有点那个什么，有点惭愧啊，因为我刚才着急走，因为我赶飞机来不及了啊，我今天不敢去上海的话，要不敢去上海就完了。那个明天录节目，我今天必须得去了，我还在工作，去了还跟导演对一些东西，对到半夜，明天早估计6点就起来。阿曼达啊，爱您的九头身，还有啊，这么多玻璃球呢。有些问题不要在直播间里问啊。有些问题不要在直播间里问，因为我现在说话很多人都看着呢啊。有点卡，因为在路上开车呢，现在在高速上，机场高速上要往那边机场去呢。
化妆了吗？你问这问题就不是我的粉丝。刚录完快本出来吗？不是吧？嗯，能不化妆吗？得化呀。谢谢一期最红颜啊，感谢感谢，照顾好，没事，我可以照顾得很好，自己放心吧。哎，到了。长沙。没吃晚饭，我今天不能吃饭，我今天不吃饭，因为明天录师傅。去录师傅的话就是吃，没有别的事儿，一天三顿都得吃，所以我今天就不吃了，明天留着去师傅家吃。嗯，跟师傅一块吃。等会儿啊，我先进机场，到机场了。嗯，我先进去。哎，好了好了，走吧。谢谢安检，谢谢安检啊，怎么办？谢谢安检，还是等一会儿？飞机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就在外边等你们呢。现在还是那什么的是吧？什么？还是延误的是吧？应该是，但是前置航班已经降落了。好，前置航班，咱就现金吧。别在外边了，你安检完了再播吧，行不行？行，没事。嗯、还是播？对，刚播了一会儿播。有很多人已经来机场了，我要一会儿谴责他们。在里面，他们在里面。哎，你为什么不在现场收拾卫生呢？因为我很早，我六点钟就过来了。哦。因为我怕等会我的车最后一班赶不上，我就先来这里等你。好，第一次来是吧？对，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好意思说？下次还来吗？以后有很多次。下次来吗？以后有很多次。记住这俩人啊，你们。好。好。哎，快走！好的，没问题。嗯。刚才跑过来一帮人啊，认错人了，不是来找我的。来借过一下，别摔倒了。哎，我们是69的，哎，好，那我走了啊。拜拜。我走，拜拜。哎，拜拜。借过一下，拜拜。好嘞。过一下。哎，好嘞。谢谢你过来，要不这儿能行吗？没事。慢点走，差不多了，够了。没事，慢一点走，谢谢啊。来得及吗？赶得上吗？啊，赶得上吗？这个来得及，应该是。来得及，那边现在刚刚到，那边现在刚刚到，到了，到。
好的，谢谢。往那边。您刚上次那只小猪是我送你的。嗯，好，谢谢。不要叫，好吧，不要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吧。没多少人，别挤啊。哎，谢谢你。哎，我一会儿设，哎，一会儿。小张哥，哎，谢谢。好，注意安全啊！正常走，别追我，别追我。我怕我喝你了。慢点。后面的麦你坐好不好？拍一点。他在直播哎，你在直播拍的。好的，别了，快别叫，他在直播。我你们几个人。就喜欢踩我吗？哎，你这机票我不要啊！别往回收。我不给你，谢谢我的妈，我不给你，别说我在做。没事，你们卖的。哇！差不多。但是那个登机口很小。没事。啊，你们慢一点，好不好？不要往前挤，好不好？没事啊，我逃不了啊。直着走，别斜着走吧。往后一点，那你就往前走了，踩了我三脚了啊。四脚了，一踩你就四脚了。你后面走慢，我跟他走慢一点。没事，你能不能慢一点走？不会。你挤他们，没事，你鞋，我鞋很贵啊，别踩坏了。Hello， 来，快走了，前面的接着走，不要停了。看一下我们这边。你想上镜是吗？真的吗？走，别停。没有，我可以拍，因为我太近的话，看清楚你们的脸不太方便，我怕你们。但是你们没有这个都顾虑，我当然可以拍。哎，快走吧，别在那边拍了，好不好？哎，谢谢你。往前。不要停，前面的不要停。前面走快一点。别往里挤。直着走。终于看到不戴口罩的你了。对，待会儿今天脸过敏了。嗯，看不出。先走，先别拍啊！等一会儿再拍。好。前面走快一点。前面接着走，走。前面走快一点。大明星不容易。你们俩不拍是吗？直着走，好不好？配合一下。后面的慢一点，前面的可以慢一点。边上有那个花坛。你先走。你先走。别喊，不要喊。右拐。音量放低。右拐。往后，稍微往后一点，对，哎，对，好嘞。右拐，那边。咱们去那儿吧。对，那边太远。慢一点，等一下。来，你们站住，让开一条路，你们站住，别动，别往前挤。来，你们站住，让开一条路，他进去。好的，谢谢。来，你往里站一站吧，要不？啊，你在这儿打电梯，你再往里站一站吧，你站个脚吧，要不？我靠，这个电梯。没事儿，我这么高都能看到我，没事。左右让开，好不好？
你让我靠墙好不好？好，没事没事，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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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了一天了，老板。是吧？然后呢？你要干嘛呢？等了一天，你要干嘛？好吧好吧好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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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往后一点再来。小班哥，你们这个没事，你不用不用不用，来，我给你们维持维持秩序来，往后退一退来。他们都很想上进，其实。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吗？不想是吧？不想算了啊。OK 啊，我们被你老板看到，他被你老板看到是吧？没关系的，我们领导可以让我来看你。啊。你跟你领导说有事儿，然后结果来看我了是吗？不是，我说我来看你，他说你去吧，我说去吧，明天把辞职信递给我。我说我回家上学。行吧，然后那个很辛苦大家那些在现场收拾卫生的那些朋友，然后非常，我已经替你们谴责了没有收拾卫生赶紧来机场的那些人了，我替你们谴责他了啊。嗯。我们收拾了，不喊好不好？不喊，求你们了啊！不喊啊！嗯，哎，不喊，不喊，不喊！你们看不到我吗？能看到吧？能看到吧？对，是吧？我已经替你们谴责他了啊！替你们谴责他们了，辛苦了，现场收拾卫生的朋友，然后哎。我有三个了，这个你留着玩好不好？啊，好吧，我收了，谢谢你。谢谢谢谢，把手都放下。嗯，好了，谢谢。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撒娇的女人最好。没有，没事没事，有朋友别好吵。其实现场不没有那么吵，只是我电话的收音比较好，你们显得很那个啊。哎呀，电话不用往前伸啊，我们不要你们电话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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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咱们这样，咱们玩个游戏啊，用手势来比划，咱们不说话好不好？好。谁是第一次来的？我说了不说话。谁是第一次来？好，第一次来算后面三的。我第九次来，我都来了。哦，好吧。我十三次，不要喊，我认识你，我认识你。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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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次了，我每次都来。不记得。你第一次来吧，每次都来啊。每次来湖南我都来了，对吧？好。OK， 阿拉妈团的啊。我认识你，我认识你，我认识你。对，你们穿的那个衣服吗？那个民族的那个不是你穿的吗？不是。不是啊。不逮足那个吗？不是他，不是你啊？不是他。哦，那认错人了，抱歉啊。我等一下我电话。我见到，我见到。我也是。不要喊，不要喊，谢谢。咱们游戏是用手势，你用手势怎么能描述出来你是福建的？我是自己的。哦，那我也知道了。哦，好吧。干嘛呀？哇，天哪！这每人东西扔都坏了。没事，没事，没事。他自由，没事。前面两排能不能？不要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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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危险！后面一起很有危险啊！不要提这种意见，不要提这种意见啊！对，不好蹲。没事，我已经够高的，你看不到我吗？看不到呀！嗯，可以，可以的。上次穿双高跟鞋。二十三神便便今天生日，我希望你能跟他说句生日快乐。二十三神便便，他今天生日，然后昨天晚上跟我说，他说三零今天一定要干老大，不然的话他拉黑我。他说就靠我能跟他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然后他说他今天生日，然后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嗯，好，生日快乐！我要什么？怎么说？这边再来，不要去打人家。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嗯，好吧，今天那个200份水果是送给你的，是吧？对。哦哦，我们11个人一起来的。好好好，好嘞，好嘞。嗯。没事没事。我现在传的是纯的游戏。哎，好了。团啊，上海春节团。哎，好，谢谢你们。一群的，61群啊！哇塞，看到了看到了啊！62，62，42群的。好啊。我是湖南的，我湖南的。哎 ，hello，hello，hello。哎 ，hello。为什么老大？老大。好了，看到了，我回去会看到啊，谢谢你。啊？你说我呢？你说我看不看到？我们是不是在那个袋子里面？好，我当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我会抽空都打开看的啊。在袋子里面。嗯，好。
好。我跟你说，直播间里有人说你们吵了啊。但我想说什么呢？但我想说什么，朋友们？你来到长沙来找我，不跟我说话，你来干嘛的？对不对？所以这都能理解，这就是他的快乐。他来的原因就是来做这件事的。那我不做，做不了这件事，我来干嘛？对不对？嗯，所以快乐就好了啊、哦，快乐就好了。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哎，好吵啊！我跟你说，你来了你也这样，你来了你也这样啊，所以不要说别人一样啊。我话不能怪我。快乐就行啊，我还是大家来快乐吧，因为难得来一次嘛，这么多朋友，感谢啊，感谢。老大，老大，我觉得你马上就会来了。对，我会来的，我这两天还会我就很快就会来。那感觉业务也别拆了，直接放在那里。你们想上镜吗？不要，不要喊，不要喊，好吧，不用喊。可以，都可以。你竭力过来吗？不要，我躲着。我把你的手机给我。不要再回吧。你们要在回放里找你们自己是吗？对。你们是要在回放里找你们自己？那一定能看到你自己，只要你能看到我的手机这里啊。你只这么干吗？林哥，这三个卡片你看了吗？好、啊。这三个卡片你看了吗？没看。小矮人，小矮人呢？啊，对，刚才那个逃课那个啊，你是逃班那个是吧？嗯、啊。不能让你领导看到你。对，我也是留班来的。啊？我也是留班来的。是吧？哇塞！好了，半个月还是啊？现在不是下班了吗？对，下班了。他们现场那些朋友收拾完了吗？有，你收拾完了没？有，是那边压的好，没弄完，他们拿收拾安排好了。那你们都来了？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好，那你们行，那行，那你们，因为我比较，因为我第一次进现场，所以我今天没有来，没有去搞卫生，所以好，那是分每次都搞卫生，但是我这次进内场了。好，好，保安，我有什么？我知道，谢谢，谢谢，谢谢。你好 ，Hello Hello， 你好。我刚才都直播的，你要摸我你惨了，咱家这些朋友能打死你。不行了，我加他，先谈你们俩，那你摸我吧，好吧？不行，哎，别往前面跑，我们几个只是我几个，别人可以吧？你们有好吗？哦，林哥，你知道吗？保安他都跑了，跟那个几个警察们说，你要跟他们说，跟我们说，我们回来商量，然后其他这边全部都好。当然，当然，当然，而且那个广电那些安保老师，他们都。对他们都很，我一出来他会告诉我说注意你粉丝的安全什么的，他都会说很多的。应该我在现场把一个别人家的粉丝拉进我们大棚。闭嘴。哎呀，直播呢？我不记得，那哪能记得？不要问我，我都认识，这都认识，这个认识。这个认识，这个认识。不认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那个菜篮店里面，你一碗完你就走了，然后去九龙市场，我一到你就走了。因为老大不知道你要来。真棒！下次我再来。那怎么办呢？哎，好。啊，咱家人又赶过来了。啊。他说从群里跑到圈儿，然后从圈儿里跑到群里。啊。就是他。
好，小孩现在太难受了，你就抱出去啊。热不热？热不热？还想看吗？热呀，热，你该叫你妈领你出去啊。嗯，我也是了。你也是。啊？送给你，这是个纪念品。哦，谢谢。武汉大鹏送的是吧？啊、哦，棒！送了个纪念币给我，猪年的纪念币，嗯，挺好。哎，我刚才看到他了。他说他领，他领说你不理他。我理理理，怎么不理？哎，哎，哦，理你啊，理你，理你，理你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嗯，好嘞，下次见你啊。哎，你打开了。哎，你给我这些东西我都拿去也没啥意义，你留着吧。啊，你留着吧。啊，你留着。美国鹏飞写的，英文我也看不懂啊。好，进来往右走。让他少喝点凉水。现场卫生卫生收拾完了吗？卫生收拾完了吗？收拾完了。我现在收拾。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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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拜拜。老大，好的。广东大鹏的，好好好，哎，我知道，行，不要举给我，不要举给我，发视频，发给别人视频，然后往这儿送。嗯。哦，这个好，谢谢你。挺好，挺好。嗯。太受不了，好不好？稍微往后站一下，稍微往后站一下，稍微往后站一下，好吧？这个是稍微往后站一下，往后站一下。啊，稍微往后站一下，太热了。对对，往后退退，太热了。来，往后站一下，站不舒服吗？好嘞，拜拜拜拜拜拜。好嘞，天太小了。拜拜。哎，好嘞，拜拜。谁等着说不理你们了？来，把那几个人给我找出来，记住是谁。我找到这几个人，给我找到这几个人来。谁说不理你们了？有个叫魔人的是吧？武汉还有谁啊？还有叫细文是吧？嗯，行，我都记住你们了啊。不是不理你们，因为这些人很辛苦，现场能来给我应援的人我很辛苦，因为他们是真正来给我安全感，给我撑场面的人，所以今天他们来了难得会给我待一会儿，我一定要跟他们聊。如果直播的话我天天都可以直播，所以我天天都可以跟你们聊，就是这样。如果你来了一样，我也是你，因为你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你懂吗？你和他们在我心里是一样的，你来到现场一样，我还会照顾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那我要画了。明哥，你录完视频就回去了，你去马拉那边拍戏吗？对对对。马拉那边好热啊。啊？我不知道啊，谁说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车上等着你。对啊，因为。先留着，一会儿我回头让你发啊。歌词先留着，因为咱很多朋友问我说，写的歌词怎么办？然后邮箱没给，因为现在我没空去看那些东西，所以到时候我会给你们邮箱的啊。嗯，所以呢，也希望怎么说呢，能来的话就来跟他们一块儿玩，也挺开心的啊，挺开心的。所以今天我也是直播的原因，是让你看看今天来的这些朋友也很辛苦。然后再一个是为了跟来现场给我应援的这些朋友，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一边下雨他们一边给我布置那个场地，包括之前所有的应援都是能够来现场给我布置场地，给我到节目里给我呐喊的这些朋友，我觉得特别感动，懂吗？嗯，下次见。哎，走吧，拜拜，预祝平安啊。什么东西？哦，我知道，这个很酷，谢谢。哎，谢谢。
我昨天在家这个带过来的，我刚刚带过来的。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呢，我想说就，他们都很辛苦，因为他们和你们的辛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当然都很辛苦。他们昨晚下雨的情况下，然后一直在那布置那些所有花灯啊，所有的藤壶啊，在外边站了一天一夜。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懂我说的意思吗？所以都是你们，都是你们，他们就是你们，你们都是一样的，明白吗？不要说不理我们了，谁说这话我觉得特别不好，因为你们和他们是一样的，在我心里就这样啊。什么？你等级十一下登机时间，不要错过了。不用。但是登机了啦。好的，现场除了花墙，其他都收完了。现花墙还没收是吧？因为花墙要专门的人来收，专门的人来收，那就行，那就行。然后其他家的艺人好，好。好清晰的，不错的。我带你站起来，实在是太帅了。你不像你了，拜拜。他不是很帅。没有，因为今天我也是。也是录了一天节目嘛，然后我赶到机场，我在路上第一反应就是要直播，我没有说录完节目我要休息，我一定是直播，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着我，所以我会直播。那我直完播之后，我就来到机场，还是依然这样，一会儿我还在赶飞机，到了上海还得忙，所以我没有考虑到我是怎么样，因为你们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还觉得我怎么不理你们呢？不知道说什么了啊，因为你们在电脑前和手机前看到我的这些，你们和现场的这些人，你们是一样的啊，他们就是你们，你们也是他们。好嘞，拜拜，拜拜。啊，我登机了啊。好吧。货拉拉电话。走了。下次见。好，坐下来。我看到，我知道，知道，拜拜。哎，来接着走，接着走，不要停，接着走。我来带我。各位，让条路来。我的往后挤，往后挤，能不能听明白？往后挤，哎，对，往后，别往前。往前走，往前。看我的机，在直播吗？老大，这是我对这个巧克力饼干。谢谢谢谢，饼干是吧？啊，对，真棒，我饿死了。就是代表我们成都熊猫的。哦，对，熊猫是成都熊猫，对。给你拿给我们谢谢谢谢谢谢。嗯，他们突然过来以后，我围了一大堆人，拍了发群，好，登机了。Hello。哎。茉莉花，我家小区都薅秃了。茉莉花是吧？对，福州的市花。哇，真香！谢谢。谢谢。我黄了。我知道，这很酷，这个。老大，你们记得我要登记这个吧？我每次都有，对，谢谢。昨天晚上被翻牌了，然后我以为是骗子的。哦。是那个荔枝啊。谢谢。好，这花好香。好。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召集令没开，我开个召集令啊。开召集令啊。然后我得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因为那个马上去了，还有工作。
9个小时到上海，你说我呀，2小时，我2小时就到了吧？轻轻，我来了。一起吃汤圆，嗯，谢谢朋友们。头发该剪了，我头发不能剪啊，因为最近拍戏呢。拍戏没办法，所以就得留着啊。放心吧，没事没事没事，老大不要走。召集令坐一下，召集令坐一下啊，响应一下，剩最后一个了，今天不做任务没了啊。没事，长那个长沙会经常来的，然后也谢谢今天所有长沙给我应援的朋友，特别棒。特别棒啊。眼睛好大呀。我开了大眼。大眼瘦脸磨皮。好了吗？我开始烧特别，烧出来了，烧出来了，而且狼是那么铁的。像上海机场 ，OK， 好好好。你把瘦脸关了。为什么？没有，有那个。我把瘦脸关了，试一下。能看到变化吗？这个开到10，这个是全部关掉。没区别、啊。关了，关了，关了。飞往上海的 FM93.63，你仔细看啊，仔细看，仔细看啊。看出来了吧？
点累了，刚才其实在录节目的时候就困得都不行了，都困得不行了。行，那我休息一会儿，然后你们也早休息，然后跟今天所有最后说一次，今天所有来长沙给我应援的这些朋友说一声辛苦了，我很有安全感，我前两天其实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但现在安全感又来了，嗯，棒，谢谢你们辛苦了，还有咱家那个奶粉，还有那些在外边给我熬夜倒班那个干地方的那些朋友，非常非常感谢，嗯，好。给我一个吧，一会儿可以吃一个。那你们买，我也没有什么提成，然后买了就咱们一块吃呗，对，就是这样。嗯，谢谢。嗯，好嘞，那我关了啊，晚安各位，晚安。嗯，买了哈，买了，拜拜，好好好。行，你微博啊，好的，晚安各位，晚安啊。然后，嗯，一会儿可以翻翻抖音，应该抖音里今天不少好看的啊。谢谢，拜拜，一起接我演，拜，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拜拜。